成功。换发，对，对，有的。不，你就盯着那台机子打，就盯着那台机子打，你就走不开。人类知道了，又不会一直跟那台机子跟你耗，对吧？肯定会安排别人那个的。完了，被看到了，还被他卡在这里。他不该走的啊，兄弟们，他其实就不该走。你打他一下。不然让他满血太舒服了。假装是叠蜘蛛啊！打装叠蜘蛛，先骗，我们就先骗骗了再说，啊，你们来骗，来偷袭。这没人修，这里有个人躲在这。哈哈，成功骗到一个。真不错，骗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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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臭小子，骗骗你。哎，踢这么快，我操，无忌没触发，妈的。我的发，这卡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我好聪明哦，好聪明，这小脑瓜子好聪明。这小脑瓜子怎么可以都这么聪明呀？真是可恶呢！我地下室去，让你这么骗。让你这么被我骗，简直太可爱了。演戏要演足，
我操，这没打到，我操！哇，出倒出晚了一点，我感觉这刀。哎呀，又有蜘蛛，又有蜘蛛。好，这就来了，零零零，假装刚来，假装刚来。合理的利用恩赐解脱。哎呦，这波巨人还是快的，还有钢筋的。不是，他是来卖的吗？他故意来卖的吧？没有钢筋啊。晚上好啊，晚上好。就完蛋了呀！哎呦，没打到。以为可以打到的，还是有点高估这个距离。好的，没机会封穿呢，而且就会封个穿啥的，博弈一下，没机会啊。尼亚呢？在这里跑了个尼亚，尼亚在这。哦，这有两个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被发现了，不好玩。假装解蜘蛛。不骑，直接杀你，这小子。哎，直接下稳的一逼，玩小蓄力刀，恩赐解脱。其实蓄力刀他能看见，反应过来叫干净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啊。演戏要足啊，肯定是这样的啊，假装自己是一个蜘蛛墓碑，叠蜘蛛，然后让他们摸电机，不行压迫他们，过去叠他蜘蛛，继续啊，云蜘蛛啊，云他，云叠，慢翻，对，对，托马斯在这。兄弟，托马斯在白凡，我操！哎，不是嘛，我操，那呼吸好大！我操，那托马斯的呼吸声老大了，我以为是他在柜子里还是在拐角呢。
没有打大吸盘，这个是人你视觉效果的问题啊，这个大不大吸盘。这视觉就是那个是延迟啊，你大吸盘在你的视角是很难出现这种情况的，只有人类会有这种问题。这几个人被偏辣了，他都退了，都不想在意我到底有没有带有没有带蜘蛛了，不想观战了，已经，你默认我是蜘蛛，或者是双红了，是当牌啊。我操，没意思，都不出来交流。一场死人两个，啊！